刀王，这可是刀手职业，达到大师级之后才会得到的技能啊！有了它，与好几级杀怪都不是问题了。一定要找机会试试效果。谁？邓哥，是我。这次怎么回来的这么慢？附近的怪物都被我打完了，走了5公里才勉强收集了35枚。哎，俺们这身体还没完全恢复，这样下去，这轮盘怕是抽不动了。是啊，这东西每抽一次需要的魔晶那么多，哪有这么多的小怪给我们打？反正咱们三个都已经有了职业，要不然就算了吧。哼，我觉得行，那咱们收拾收拾东西，明日就离开这里。哼，你们两个想走？问过我没有？谁？全都蹲下，不然就开枪了。又是你们几个。耿子，冷静，小童还在他们手里，照他们说的做。你大哥还是明事理的。我是夺宝天经地义，你居然追到这儿来还偷袭我们，真不是个爷们儿。我可没你们想的那么小心眼，纯属是恰好碰到。那你想怎么办？你们刚才提到的那个轮盘在哪儿？这我听到了你们的对话，不是已经打算离开了？告诉我又何妨？好，我说，你别伤害小童，就在龙刃小区12号楼。这地方我没听过，可能要辛苦你带我过去了。好吧。小虎，赶紧跟上。这把破刀你都看了一路了。叶哥，这可是把好刀啊，哪里破了？行了，送你了，赶紧跟上来。送我？真的吗？当然，我有了风之月，这把旧的已经用不上了。话说叶哥，你怎么有这么多厉害的武器啊？哪里搞的？我的职业技能而已，以后还会有更好的。原来是这样啊，你要是有什么你看不上的职业，给我也分一个呗。可以，但是我要你当我的小弟。意思是我以后要听命于你啊？当然了。那算了，职业我不要了，这把刀也还给你，我要跟着莫队。臭小子，跟你开玩笑呢，刀你拿着吧，以后别以怨报德就好。到了，就是这里。哇、哦、这轮盘还是彩色的呢，好漂亮。竟然是五彩轮盘，转动它所需的魔晶得论斤称了。叶哥，你制作的这炸弹威力可以啊。别感慨了，上去搜集魔晶。好嘞。看来初音那边也得手了，你解完就去帮初音他们，我去别的地方看看。收到。两次爆破最多也就能收集几十枚，要想凑够一抽还要去别处碰碰运气。这种狭窄的地方最容易聚集小怪，进去看看。奇怪，不应该如此空空如也啊，难道有人已经扫荡过这里了？二级变异怪物猎人蜘蛛，怪不得这里没有别的怪物，想必都变成他的盘中餐了。一枚二阶魔晶能顶100枚一阶，还真是意外之喜。权力之芒，用鬼晶强化了风之月后，确实厉害了不少。什么人？这家伙是雨婆。这家伙虽然只有3阶，但却可以召唤来无数同阶级的怪物，是个极其危险的家伙，不能和他硬拼，找个机会躲开他才是明智之举。一只小猫我可不放在眼里。权力之芒，卡！好机会，快溜！该死，那些都是雨婆操控的怪物。虽说我缺魔晶，但也不是这么个打法呀。
这是在哪里？